哎呦，有点东西，有点东西。赛可翻。这两个是差在哪里啊？哦，它主要就打爆中间那一只就对了。请问他只有刚扣二欸，他刚扣二是我有什么感觉吗？我蛮好奇的，他刚只扣二什么意思？哦，有暴击，有暴击了。哦，好像还可以欸。哦，完成图鉴还可以领东西。哎，好复杂哦，这些东西。这对没有看奥特曼的人来说，真的是一个很大的困扰欸。哦，他有可能会有暴击，是不是？这样就拿到了吗？这样算保底吗？我算一下，这样我大概花1600，哎，就这样吗？就这样吗？哦，对，我也觉得太快了，1600，来了来了。那这样蛮好抽的啊，大家可以。大家可以试着抽一下啊。もしもし。ずっとそのままの君でいてね。はい、頑張ります。我在练脚，这我的人生第二把玩龙马呢，赶快赶快补个血补个血，等一下，好，好，好啊，好啊，哎，我连大都跑不出去，哇，孤立无援哦，好，来来陪我一下吧，你们只来陪了我一把。我刚刚以为我被包住欸，结果是我们家队友是伯顿，我还想说我等我起身之后我再放胶，就殊不知我站在里面，我很傻眼欸。欸，我们都到人了。Nope。你这样跑来跑去，我很难面对你。哎呀，这次我就不行了。我还有一个击杀啦！哎呦，哎呦，哈，师傅，等一下，第。欸，正常来说我是一技戳到，我二技戳到之后再接大招，然后再看一二技要不要拉距离，是不是？俊凯给我。云凯，跟我去罚站了，这样是对的吗？
来了，丢一个。Nope。欸、我说起我，不是说我。Nope。哎、欸，抱歉，短一截。哎呦，好像有点啊！我的塔 ，My Tower！ 哎呦，回城原来长这么帅，我都没什么机会看自己回城。哎呦！哎呦，我都不知道我在干嘛呢。我着实的不知道我刚刚做了什么事情。哎呦，有点东西，有点东西。赛可翻，气气死人。哦，还要补一个，真的是什么都空哎！竟然还要靠瞬移，下流！哎、欸，我原本以为我要乖乖的放那一招了，放我的刀气那个刀气纵横，哇，好可惜哦！哦，可以，我竟然在帮对面卡芬尼加油。哇！我又开始，哇！我又开始前后紊乱了。哇！我刚刚二技也没说到。啊！气死！哎呦，怎么卡芬尼来了？哎呦，这个榜很好，这榜真的好。哇，这个钉也好。哇，好可惜，没有嗜血弓吗？哇，有嗜血弓就吸回来了。哇，好可惜。踏死他！这个电，哎，一个浮光哦，很好，这个局真下的好。哇，这没办法，拉兹就是这么的无脑，没有了。Nope。哎、欸，对不起，对我只他妈想找一下卡芬尼玩啊！啊，真是无脑呢，受不了，气死！你是上一把的甲虫，哇，你很照顾我，谢谢你，谢谢你莫意，让我有五秒的精华。你卡芬尼，抱歉，去旁边罚站了。Ha ha ha ha!